此人野兽身材凶狠凛，却一开口就开车，且车速未知，瞅着火干啥？没想到平常瞧着你挺粗的一个人，刚才倒是细致起来了。老子的确粗，就没细过，早晚你会见识的。我就知道忍不住跟这个人说话的下场是什么？很快，江宏远又在皮货行将老虎皮卖了230两银子，让林晚秋见识了一番江宏远赚钱的能力。 不过，像老虎这种东西，一个是很难打到，二就是对上了真的很危险。看来的想办法让江宏远吃一颗洗髓丹，让他更厉害才好。林晚秋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变化，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将江家当成了自己家，随时就在为江家盘算了。我的未来真的要跟这个糙汉子绑在一起吗？或许跟他过一辈子也不赖，毕竟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，我是孤独的，而他给了我安全感和一个能落脚的地方。走吧。 老子带你去下馆子，牛车就暂存在皮货行。江大哥，今儿可是有好东西送来。今儿没有，带着媳妇来吃饭，有没有清静些的地儿？我这样子坐大厅没得吓跑了客人。有的，江大哥跟嫂子上后堂来，这会子我们吃饭的地儿清静没人。江大哥要吃啥尽管点，掌柜的说过，您来吃饭，这银钱比照着咱们店里的伙计收。来个回锅肉。 一个小炒肉，一个豆腐丸子汤，半只烧鹅，一盆馒头，一份芙蓉炒饭。好嘞，您等着。这若是江红，您跟着，一定会被吓死，又得唠叨这么多的肉菜得花多少银子。败家啊，嫂子败家，大哥也败家，这日子没法子过了。小媳妇好淡定，我怎么有种错觉，觉得小媳妇应该是过惯了锦衣玉食的人，完全不像十几年都吃不饱饭，没见过肉腥的小姑娘，她身上有秘密。 不过江宏远也不愿意去探究，林晚秋现在是他的小媳妇，他的秘密愿意告诉他，他就听着，不愿意告诉他，他也不会追问。这是灶上孙大师傅亲自掌勺的，分量比别人的多一半呢。孙师傅说，吃人的嘴软，吃了他的菜，以后你有好东西指定先想着他。你让孙师傅放心，我心里有数呢。那您跟嫂子慢用，有事儿招呼一声。哼，若饥饥的。 不多吃点咋长肉，以后经不起老子折腾。可是老子亏本，哎，真想将这盘子东西全糊到他脸上去。林晚秋没吃多少就饱了，反倒是江宏远见小媳妇吃好后，就将剩下的风卷残云般的解决掉，看得林晚秋目瞪口呆。饭量这么大，那他平时在家一定没吃饱。林晚秋不禁有些心疼，这个肩负着一家子生计的男人，为了养家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竟然长期吃不饱饭。现在咱们手上有点银子了。 我想重新起个房子，成不成？我没意见，远哥看着办就成。银子的事儿你别担心，我会跟你一起承担。咋的？嫌弃你老爷们养不起你咋的？你的银子你自己收着，老子还能养得起老婆孩子？林晚秋不吭声了，钢铁直男果然是面子比银子更重要。今儿卖的银子全用来盖房子、置办家具，咱们在村里盖房子费的银钱不多，你瞧着安排就成了。太多了吧？300多两银子都能买20亩好的了。 要起房子就一次弄好，咱们以后还要生孩子，孩子一多就不够住了，不用你操心银子，你男人能挣回来，咱们这会儿去趟县衙，把宅基地给买了。嗯，远哥，咱们买宅基地不是该找村长吗？咱们跟徐福已经结下了梁子，去找他买宅基地，他定会推三阻四，或叫高价钱，或给咱们指些很差的地方，左右都是花银子，让他赚了去，老子不乐意。嗯，这主不竟然只顾看书，不理睬我们，看来。 导演，您的银子掉了。我去，这个男人桥外表是个憨直的，可心里的弯弯绕绕进这么多，连给钱都做得这么不露痕迹，还真是个人才。你们是来买地的？是的，大人，我想买鸡公镇靠山村的荒地，用来修房子，顺带养些鸡鸭。荒地啊，你等等，本官找一找。这一片都是荒地，你看看要买什么地方？ 买多少？主簿大人，就买这一块，买5亩。不知需要多少银钱？还有，这后头的这片林子又是多少银钱一亩？这是和摊地，算不上荒地。这么着，的和林子都算一两银子两亩，不过不能超过20亩。收了江宏远的好处，主簿将原本一两银子一亩的地直接打了5亩，拿朝廷的地大方，他将这事儿轻车熟路。主簿大人，您又掉银子了，又一个5两被主簿面不改色心不跳收了起来。 人老了，老是掉东西，瞧你们也不容易。这样吧，
60亩，到时候我跟丈量的人说一声，手松一点，那里有片河滩划进去也不用你另外付银子。那就多谢大人了，媳妇，赶紧给大人交割银钱。60亩荒地，30两银子，加上送出去的10两就是40两，这下至少要省了20两银子。本官这里不收银子，你们稍等，来人，带这2位去交割买荒地的银子。远哥，咱们买了60亩地，还是小了些，不过以后有钱了再添置就是了。再者，咱们买的地都是不能耕种的，大多都是山林，我想着将山林圈起来，以后打猎尽量带活的回来，活的卖的价格高一些。咱们还能请人在林子里种上果树，还要种葡萄，到时候咱们就能酿葡萄酒卖了。嗯，你会酿造葡萄酒？妈呀，一高兴忘形了，是从前师太给我的房子，到时候咱们试试，总能成的。得一两人买好地，又去书店买了一本草药名录，买了粮食、布匹、油盐调料等等，随后便驾着牛车往回走。没过多久，林晚秋就靠着粮食袋子睡着了。还是要买辆马车才成，还要努力赚钱请个车夫，那样的话就能在车厢中搂着小媳妇睡觉了，到时候小媳妇睡着了还不随便我这样那样那样这样。妙啊。